今天是圣诞节，愿大家圣诞节蒙福。我选择了一些经文来今天来讲道的经文，来思想耶稣作为生命之道。我一直在思想圣经对耶稣降生的描述。我们庆祝他的降生，特别在这段时期来思想。这些是好的。众所周知，关于他降生的描述来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告诉我们，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约瑟知道这一点。同一段经文提到了耶稣的名字意义和他的真实身份。他的名字是耶稣，意思是他要将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救出来。他的真实身份来自一个神圣的名字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路加福音一章有很多故事，包括天使加百列向童女玛利亚宣布她要从圣灵感孕。我们还从同一章中找到了玛利亚对此的回应，以及她随后的祷告。她凭着信心顺服地接受主对她的旨意，然后她还唱了一首赞美诗。我们称之为尊主颂，它来自路加福音1章46节中“尊主为大”这个词。在路加福音2章，我们找到耶稣降生时的历史背景。撒该亚古士都旨意下来，叫普天下的人登记户口，众人必须各归各城去登记。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到犹太去，到了大卫的伯利恒，因为他是大卫家的人。他与有了身孕的玛利亚一同回去。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裹的，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了，我们也看到了蒙福的牧羊人从天使那里看到、听到耶稣降生的喜讯，并前去朝拜他。关于耶稣降生的故事不止这些，还有其他关于他降世的描述，例如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38节谈到他的降世，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提摩太前书3章16节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约翰一书4章2节也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加拉太书4章4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这些经文都是提到耶稣的道成肉身。在这个圣诞节的早晨，我们将思想耶稣的道成肉身。我将讲两段经文。我们先来讲约翰一书1章1到4节，关于耶稣的道成肉身。这段经文非常的难解，在圣诞节清早，我要讲这段经文，我要求你们要来深刻的思想，你们要与我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关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最突出的经文之一是约翰一书1章1到4节，让我为你们读一下，从。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感谢神的话，我们亲眼所见，这边一开始说我们亲眼所见，亲手摸过的，这段经文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永远的生命已经在道成肉身的神之子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如果我们仔细的阅读这段经文，我们发现一些很重要的真理。一开始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第三节又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第二节又继续的描述这生命，说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说那是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第三节我们看到他们继续说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他们，这一段都在讲他们所要传给他们的信息。他们所传的是从起初原有的，是他们所听见的，是他们所看见的，以及是他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他们所宣传的有四件事：一是他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第一节，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句话不容易理解，因为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我需要向你介绍对这节经文的几种不同解释。有些人认为约翰一书一章一节的所说的与约翰福音所说的太初有道是相同的，但是在约翰福音里的太初有道是指一开始就存在的。然而如果我们将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与上下文一起来理解，那这样的解释就不合适了。因为之后说所看见所听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清楚的是指耶稣的道成肉身。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些清楚的指耶稣的道成肉身。他们听见道成肉身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也亲手看过亲手摸过。所以我们如何能将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与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太初有道相提并论呢？道成肉身是发生在一个时空里的历史事件。有另外第二种解释，有些人认为是从创造之初，从基督传道之初
或者甚至从最早基督教会的开始。然而这些都没有太多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论点。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句话的含义必须由上下文决定。如果我们读整节经文，似乎最好的理解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独特的事件。这正是约翰在我们所学经文中宣布的事件。道成肉身是约翰在这封书信中提出的要点之一。例如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把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也就是说，若有人相信耶稣是成肉身来的，那这就是那是出于神的。第三节接着说，凡灵不认耶稣就是不出于神，那是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因此若有人否认道成肉身，那么他就不是不属神的，甚至他是敌基督的灵。这是我们如何分辨不同异端邪教。因此道成肉身定义了耶稣基督教的信仰。因此我认为约翰一书一章一节中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使徒约翰在同一节经文中经历并见证了道成肉身的事件。为了更多的思想第一点，我们现在将约翰福音一章，我们将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与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进行对比。我们现在来对比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和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四节。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在新的时代，神对人说话的方式有了新的不同，新的开始。在旧约时代，神通过先知以不同的方式宣讲他的信息。现在他将他的儿子带到世上，并通过他向世人说话。因此耶稣是一个人，也是神的启示，是神的传递信息的那一位。因此耶稣不仅是人，也是生命之道。约翰才约翰一书一章一节中的道成肉身开始，他也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中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约翰福音里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希伯来书一章一章二节中向人宣讲神信息的一种新的方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此他是一个人，也是神的启示。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在这句话之后，接下来的经文描述了使徒
与道成肉身的基督的各种经历。在第一节中，第一人称我们，表明约翰代表使徒们说话。约翰代表使徒们说话，使徒们都一致地见证了道成肉身的事实。我们在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之后，有四个动词概括了使徒和耶稣他们在传道期间的经历，暗示了他们是的亲密关系。第一个动词，我们所听见，暗示他们从耶稣那里听到的信息。所以这有人说话，也有人听他所说的话。这个说话的即是耶稣基督本人。所听见暗示他们已经不再听见，但他的信息仍在他们的耳边回响。第二个动词，所看见，宣告了使徒在视觉上亲眼见过道成肉身的基督。所看见强调他们所看到的不是幻影，也不是内在或属灵的意象。所看到强调了一个直观个人外在的体验，奇妙的经历。完成式，英文的完成式再次暗示他们所看到的仍然在他们脑海中浮起。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些经历对视觉和触觉，他们的视觉和触觉对道成肉身的基督的进一步见证。亲眼看过表示一个仔细而深思熟虑的用眼睛查看。有意识的查看，不是说我们只是看，而是看到。这是一个历史事实，道成肉身是个历史事实，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还最后的动词亲手摸过，带来了这一个接触，他们亲手摸过，亲手第一手的接触，作为道成肉身的最终证据。耶稣说的不是轻轻的触碰耶稣，而是有目的的以手触摸的方式证实他的真实性。耶稣复活后也用这个动词来挑战他的门徒，以证实他的身体存在的真实性。这记录在路加福音24章39节和约翰福音20章27节。在约翰一书1章1节的上下文中，耶稣约翰指出耶稣的的确确是道成肉身的，确确实实的道成肉身。在说完他们所看见、所听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约翰继续说：“这生命，这生命，这概括了围绕生命之道所集合的所有内容。通过他们所看见、所听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他们集合了一切视觉和触觉的信息。概括了围绕生命之道的所有信息，阐明了这封书信的中心主题。生命之道与起初所看见、所听见、
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是一样的。生命之道指的就是耶稣。从而我们可以看到，生命之道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一句话或一个福音，生命之道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一句话或一个福音，而是一个人。否则，使徒们怎么能又看到又摸到呢？生命是借着道显明出来。约翰一书一章二到三节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生命如何显现呢？”若没有身体，如何显现呢？我们也看见过，如果没有身体，你如何能看见呢？现在又做见证，将永与父同在，且显明于我们那永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道成肉身的耶稣便是这生命之道。道成肉身的耶稣既是神的信息，也是神本人本身。耶稣是神圣的生命，而向世人启示这生命。这人，这一个人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在思想耶稣的道成肉身，他作为生命之道。现在我们来看诗篇119篇，与我们之前我们刚刚学习的道成肉身如何相关起来呢？诗篇119篇与诗篇118篇相结合，这是一首独特的弥赛亚诗，具有属灵的意义。118篇是弥赛亚诗篇，119篇提到了神的话。正如诗篇118篇谈到弥赛亚一样，诗篇119篇以生命之道谈到耶稣。从诗篇第5卷的背景来看，诗篇119篇写作时间大概是他们流亡的时代。那是一个遥远的耶路撒冷，没有圣殿，没有祭祀，没有祭司执任的时代。那么近前的以色列人在被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们如何能继续他们的敬拜呢？诗篇119篇写在他们流亡的时候，没有祭司，没有圣殿，耶路撒冷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那些近前的以色列人在被俘流亡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怎样才能继续他们的敬拜呢？对于流亡在外的以色列人的生活习惯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然而无法想象他们在没有敬拜的情况下生活。在公元70年后，第二次耶路撒冷毁灭之后，类似的情况也持续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和几千年。没有祭祀，没有圣殿，所以从那段时间我们可以猜测他们在
前一次流亡的时候是如何生活的。有一段时间，罗马人甚至不允许幸存的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圣殿被摧毁了。那些流散的以色列人以什么来填补没有圣殿、没有祭司、没有祭司的空白呢？很快的，这些流亡的犹太人就找到了出路。根据拉比传统，近前的以色列人用陀拉代替了圣殿，学习律法取代了祭祀。根据一位犹太学者说，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流散的以色列人很快用陀拉代替了圣殿。我要引用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祭祀仪式为中心的圣殿敬拜不再是以色列人唯一的宗教和集体的生活方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重心转移到了对陀拉的学习和查考上。他们如何敬拜神呢？他们回到神的律法，即是他们学习神的律法，即是神的话。我们不知道诗篇119篇到底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的，然而这首诗很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替代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而创作出来的。陀拉取代了圣殿，学习律法取代了祭祀，道取代了仪式。你若看《使徒行传》7:47-48，这里说到这里的一部分是斯提凡最早的基督教会执事所说的话。我就取他们这段经文的一些话来说明，所罗门为神造的圣女，其实至高者不住人手所造的，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48节说，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这里的强调不是圣殿，而是陀拉神的话。你们受了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非常有趣的是，诗篇119篇的176节没有提到与圣殿的敬拜、祭司职分或祭祀有关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就是耶和华的话。约翰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他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14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我们读诗篇119篇这首宝贵的诗篇时，我们意识到对主的教导、他的律法每一个描绘都是对耶稣弥赛亚生动的描述。道路的意思是我们生活里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如果我们顺服耶稣，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道路就是好的。使徒行传9:2说，信奉这道的
这道指的是基督教。在基督教早期，基督教被称为这道，这是基督教另外一种说法。下决心是不足以达到神所定的标准，神的律法是圣洁、良善和公义的，神的律法是清洁的，是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遵守，即使我们下了决心，我们也无法做到。你下了多少决心呢？你今年一月一号所写的新年计划，你遵守了多少呢？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无法遵守神的律法，我们若没有神的恩典，也无法服侍他。诗篇119篇中也体现了我们，也说明了我们的彻底失败。我们需要耶稣的神圣能力和大能，他是我们的公义。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整首诗篇，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发现，诗人不断地将他的诗指向神。每当他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神时，诗人就使用神的话作为工具，将我们引向他。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若不学习神的话，就无法认识神。属灵无知的人，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话。有时无知让我们感到无知，使我们无畏，然而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神的话有许多方方面面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神的话使我们避免得罪神。第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想要不得罪神，我们要有将神的话藏在心里。我们若没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呢？我们就无法正确的理解。第二，神的话将我们的灵救活。第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第三，神的话需要通过神的帮助来理解，只是阅读是不够的。第27节说，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若没有与神有关系，我们如何能够理解神的话呢？神的话加强我们。第28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神的话是我们必须选择的。第30节说，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若是你不知道神的话，你如何知道什么是忠信之道呢？神的话使我们避免陷入错误，再一次是非对错。若不知道神的话，如何来分辨呢？第101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务要遵守你的话。即使在我们敌人面前，神的话给了我们信心和勇气。第42节，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倚靠你的话。在君王面前也要见证神的话。第46节，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我们必须爱神的话。第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神的话使我们有指望。我们不是自己产生的指望，乃是从话而来。第81节，我心渴慕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
神的话安慰我们。第五十节，这话将我救复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了安慰。神的话是我们天路历程的诗歌。第五十四节，第五十四节说，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所以当神的儿女心里充满神的话语时，他们一切思想都被神的话所引导，在无论怎样的时刻，他们仍然可以唱歌，甚至在黑夜，在黑暗时。我们要感谢神的话。第六十二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但也必起来称谢你。与其伤心难过，我们甚至在黑暗无助的时候感谢神。神的话使神的子民合一。第六十三节，凡敬畏你、守你训词的人，我都与他们作伴。合一，若是没有在神的话里的合一，就没有信徒的合一。我们可能有行为上的合一，但若没有在神的话里合一，就没有从心里的合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和选择和我们的喜好，若没有神的话，就无法在属灵上合一。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坐在这里听讲道的，都要从你的牧师身上学习，明白神的话。属灵的无知是危险的，神的话使我们合一。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第六十六节，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神的话纠正我们。第六十七节，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神的话比任何事都宝贵。第七十二节，你口里的训言与我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当神的话临到我们，胜过千万的金银。神的话使我们喜悦。第七十七节，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你所喜爱的喜乐的源泉从何而来呢？是从神的话而来吗？神的话使我们心保持健全。第八十节，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致蒙羞。所以你若想要有一个健全的心智，我们要在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常常思想。我不只是说读，看很多的解经书籍，这些是必要的，然而这不够。我们要常常思想，与神相交。神的话是永远的。第八十九节，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们必须寻求神的话。第九十四节，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神的话深不可测，比任何事物都大。第九十六节，我看万事尽都有限，
我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无论怎样的智慧，无论怎样的知识，都无法与神的话相比。神的话是深不可测的，他的话赐给我们智慧。第九十八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神的话使我们有智慧。我不一定是，这智慧不一定只出名，然而是神真正的智慧。若我们来思想神的话，其他的都是属人的。神的话赐给我们生命，照亮我们的道路。第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赐给我们生命。第116节，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我们必须敬畏神的话。第20节，我因惧怕你，若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叛逆。所以我们当敬畏神的话，遵从他，不要将神的话当成笑话、开玩笑，或者妄称神的名。我们当然想这里面的尊荣和敬畏。这是我们在使用神的话语和思想神的话语上的原则。神的话指引我们的脚步。第133节，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当诗人想知道神的指引时，一方面他祷告，但祷告不只是祷告，他也想要明白神的指引和旨意。所以知道神的话语是明白神指引的必要。神的话是清洁的。第140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神的话是真理。第142节，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神的话给人平安。第165节，能邀请你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吗？因为我非常喜欢这句经文。诗篇119篇165节，这是我多年是我最喜爱圣经里最喜爱的经文之一。让我们一起来读。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爱你的律法的人有大平安，那些若没有神律法的人没有平安，他们常常轻易的就发怒或不安，然而神的律法、神的话给我们大平安。我希望你也有这样的大平安在你心里。不要忘记神的话。176节，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如果我们用耶稣基督来代替神的话，我提到过很多点关于神的话的。如果我们用耶稣基督来代替这一切，一切都变得有意义了，因为耶稣是生命之道。这教导我们如何敬拜主并纪念他的道成肉身。我们虽然看不见也摸不到他，但我们借着生命之道来到主面前，
引导我们到神面前的道路就是神的话。我们通过神的学习神的话来认识神，我们爱慕神的话便是爱慕神，我们爱神的话就是爱神，我们藏在神的话里便藏在神里面。我们明年的主题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通过信心。你若不爱神的话，你如何去爱神呢？你若没有思想神的话，你如何能够思想，如何有基督住在你里面呢？所以这些是无法分开的。若有人说他爱主，非常爱主，但却不知道神的话，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个人爱的神是他自己想象的，他的思想被各样，被世上各样的思想所冲刺，和他自己的想法所填满败坏。所以我们需要被洁净，需要被神的话清洗，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话。我希望你们下决心来读圣经，学习神的话，常常思想。在接下来一年，当你进入天国时，你能带进什么呢？你要带什么去呢？带到神面前呢？你要带你的教育，你所受的教育，你的社会地位，你的财富、金钱、你的名声，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到时都像，都像垃圾一样吗？你能带什么进到天国呢？那永远的国度呢？唯有是对神的爱。你如何爱神，知道他呢？你若不知道他的话，你如何爱他呢？唯有通过生命之道，我们才能宣告基督的道成肉身。如果我们真的是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需要是知道神话语的人，心里被神的话所感、所引导、所充满。认识和爱慕耶稣基督是通过认识和爱慕他的话，没有其他的方法了。你最忠心的宣告你对他的相信和爱慕，不能使你真的相信和爱慕他。唯有相信和爱慕他的话语，从而来认识神并爱慕神。在诗篇119篇，我们看到照你的话或典章出现了12次，都是与神的话有关。这提到了多次神的话，这里都说到神的话，神的话都是与神的话有关，不是与我们的祷告、与我们的需要、我们的严肃和忠心，而是根据神的话洁净我们、救活我们、使我们坚立、安慰我们、扶持我们、赐我们悟性和搭救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神的话而来，而这一切都是我们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里得着的恩典。神的话与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是不可分开的。我们必须记得，道成肉身的基督所彰显的都是照着神的话。所以
你若没有神的话在你心里，我祷告你们要挑战自己，在接下来一年能够知道神的话，你能认识他，服侍他，按着他的话来服侍他，对圣经有正确的知识，是对主耶稣的正确理解和信心所必备的。有时看见一些人，他们在基督教会里很久，却没有对圣经最基础、最基本的认识，所以无法与他们分享基督的道理。所以，持续系统性的学习圣经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一旦你们被自己的想法所塑造，就很难打破。所以主日学的服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鼓励我们的孩子来背诵圣经，在很小的时候就能明白神的话，在神的话语里成长。最难教导的人，最难以教导神话语的人，是要么那些在基督教会里长大却没有被正确的引导，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基础，他们靠自己的理解去理解神的话，这是非常可悲的。所以我们需要仔细的思想关于我们自己的属灵益处，生成正确的知识，圣经知识。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都有圣经。一个心灵饥渴的人通常缺乏喂养自己的动力，或者缺乏如何喂养自己的基本原则。那些在属灵上饥渴的人需要鼓励自己来学习圣经，一旦知道如何通过神的话语使自己能够发展起来。我希望能够激励你用神的话喂养自己的心灵，并 给你们一些基本原则来帮助你，因为你不能永远教导那个人。当你在主里面不断成长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学习，也要去教导。在圣诞节这天，正如耶稣向我们启示他的肉身，道成肉身，彰显了在肉身里的神，神的话也向我们彰显了耶稣，他是生命之道。正如我们为耶稣降生赞美神一样，我们应当爱神和神的话，按照圣经认识并相信耶稣，这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最好方式。我们祈求所有的信徒在这里和在家里，在通过各种网络平台来敬拜的，明白相信按着 圣经和神的话语，而不是根据你自己的认识。我们个人认识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们当通过神的话来认识并相信耶稣，这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最好方式。2000多年前牧羊人去朝拜耶稣，我们现在2000多年后该如何来见耶稣呢？我们来通过他的话思想认识，因着神的话使你们心里满有喜乐。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为神的话献上感谢。有诗人说，你要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学习你的圣经，那么能够有悟性，
充满我们的心有平安，按着你的话，我们将我们属灵一切的需要和路程交托在你的手中。父，我们感谢为教会每个人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机会能够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将要封上一段日子，直到情况好转。主，求你能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能够继续的保守和拯救他们，避免一切的疾病和灾难。主，我们将每一个人交托在你的慈悲和手里。主，我们求你纪念他们，也能够使他们都能读你的话语。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